肯伊推特自创公司 DONDA。肯伊最近又在推特上大肆宣扬自己的事，这次他宣传的是以过世母亲的名字为名的设计公司，公司名为 DONDA。 威斯特说他将接下贾斯伯的棒子，旗下广用世界知名的艺术家、科技新贵及营养师。除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主意外，就是他还要重新制导卡通《杰森一家》电影版。这饶神明星触角甚至延伸到教育，他说应通融学生上课用 iPhone 来帮助他们解决课业上问题。总言之，威斯特希望帮助我们改善看的、听的、摸的、吃的及用的，但这听起来比较像是集权霸主会说的话吧。你还意犹未尽吗？输入 anime.tv